够干什么，没有达到什么要求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，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，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留学，就是让政府最后无奈之际的时候，他用屠刀来对着他的公民。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，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的擦亮眼睛，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。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？中国人不能骂中国人，但是我不得不说，就是有时候我想，中国人，我不知道为你奋斗，我不知道你现实。尤其可悲的是，有一些同学，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，有一些什么人物名流，拼命的在做这个工作，就是帮助政府，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，而在最终。口令枪响的之前，把我们拉紧掉、分化掉，让我们撤离广场。就是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？我现在不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觉得我跟大家不一样，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。被这个政府残害，不甘心。我要求生。